大家好，我又是你们大强哥，今天带大家去吃一家老店。我现在是在渝中区教场那儿的，离解放碑也是很近。有来重庆耍的朋友来看解放碑的话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嘿嘿，那你就可以来我给你推荐的这家店吃点饭。那么我们现在出发。我们老球儿馆子已经吃完了，我们现在总结一下，是我们点了两菜一汤，一个泡椒腰花儿，一个怪味鸡，一个猪肚鸡汤，味道都还是可以。三个菜都还不错，老重庆味道都是那种。它那个鸡汤胡椒味儿比较重，那个喜欢胡椒味儿比较重的都可以整一个。反正喝起来是很舒服的，我觉得。然后那个怪味鸡是真的很好吃，强烈推荐那个怪味鸡。怪味鸡就是它属于是那种麻辣加酸甜味的，所谓的怪味，那个是相当不错。泡椒腰花呢，腰花很嫩，里面的笋片呢很脆爽，
属于是老重庆家常菜馆的那种味道，还是很不错。想看更多美食推荐，请关注三连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